13日，张歆艺在微博晒出一张 B 超照，并发文：袁爸爸生日礼物来了，就问你怕不怕，正式公布自己怀孕的喜讯，并且还在生日当天发朋友圈称，这个生日礼物够分量吧，以此来作为老公生日的礼物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媒体拍到张歆艺挺着大肚子为袁弘庆生。当日张歆艺以及袁弘的亲朋好友齐聚某饭店为袁弘庆生，张歆艺穿着白色的露肩上衣，头戴生日尖帽，为袁弘献上生日蛋糕。袁弘还在生日宴上喝了不少酒，一大伙人有说有笑，吃到差不多的时候，众人为寿星公献上奶瓶当的蛋糕，十分新奇有趣。生日宴结束之后，一行人离开饭店，只见袁弘手里拿着一个超大的金色袋子，看来是收到了不少的生日礼物。不过仔细一看，发现袁弘也是胖了不少，大肚子尤其明显，和老婆都有的一拼，而且也不刮胡子，整个人显得比较随意自在。看来老婆怀孕，作为老公的袁弘也没少操心啊。